对面双排的没换英雄，对面双排的。不敢参与游戏表演。即刻开始录制本局比赛。你中了，才怪。没有黑暗，大爷大嘴吗？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可以，大爷大嘴直接听懂了。我知道。30秒到达战场。有大嘴打野的。有的。但这个剑圣 AD 是什么呀？大嘴打野是正常的，这个剑圣 AD 感觉有问题啊。你妈爹不知道叫肥猪，你在干嘛？全军出击！这个人素质很差，上来叫别人肥猪，我这把日桃的猫，是描绘着未来。他裂开了，这把他妈负 W， 指着这个大嘴，空就给他减速，虚弱无力。这个人开始了，还在这疯狂的调戏我，说我耻辱的事情。他裂开了，这把五级 W， 兄弟们，安排他。嗯，猴哥。他们的死亡就要降临了。你还打不过猴子的，肯定打不过呀。哇操，他一技能 CD 好快啊，我没 TP 我裂了。哎，我前期跟他打个激发上头了，而且一级覆盖血是有随机就好了，他没点火没闪现。狗头前期是真的弱，兄弟，不开玩笑，是真敌弱。这波很关键，缓解疲劳，兄弟。大哥没闪。你在哪死的？惹到这个大嘴了是吧？到大嘴就过来了。但这波猴子不亏兵是最恐怖的。你都无法想象我出的两件装备什么，我感觉我不出这个东西对不了线，兄弟们，真的。这英雄他妈骚扰能力太强了，打近战这种弱的，他一 AQ 一个雷霆雨雪就掉太多了，我必须出两个这个，不然我感觉站不住线。我这把想赢的话，我这狗头要主意，跟这个猴子打，他前面拿着一个头。而且我没 TP， 我亏了一波大线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我不可能跟他和平发育的，他肯定会把我搞得死死的。
我裂开，还来安排流氓，过分了呀，兄弟们！我操，这狗头前进也太弱了呀！怎么越我？拿什么越我？告诉我。野爹救我！来了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我有点火。完了，完了，他有点火，怎么很想杀我？我回了。你们知道这种对线流他妈多辛苦吗？你们进击你们进击这种对线有多辛苦，真的好辛苦啊。他很残，没点火，没大 nice 助攻，我巨他妈难受。 我打这个英雄好难打。没得，好难好难好难打。七级吧，七级有一波机会。数个世纪，他关键还有个真假猴王，没闪上面。猴子没有闪，你跑！关键我的出装这把也很烦，没他妈没经济去出那种贵的，我操，出这种挂件装备，裂开。他这波也大有点火了，不是跟我开玩笑的了。我带个虚弱，我带个护盾还是虚弱？我想想啊。
道友在上吗？哇，被发现了！好了，完了，峡谷被他拿了。你裂开了呀！好烦喽！峡谷白打了你峡谷。他怎么？他发现你打不过他是吧？我打不过他。我这他妈也好难，先混着吧。我这没大没点。先混着吧。哎，我这个一终于有点游戏体验了，这狗头这英雄他妈先选出来真的是挨黑枪的，我操！
这把就不出三下的人，讲道理。嗯、生与死之间存在着不朽。这把出不了三项了，这把他妈是个局势，出个兵权。但是他妈兵权这个装备也太他妈垃圾了，说实话，那伤害低好多。我可以在这波，我可以在。他们如果还继续追的话，毫秒。啊！哇，这兵权是真的垃圾！围着出了呀，这妈前面出了过度装备，又多出了一个蛋。这把只能来一个平民反狗图了，这把来不了那种荒古盖世狗。这他妈的小兵 Q 不死我，裂开了啊哈 Q 错了还去找你咯。我知道我知啊，伤害好高对面。烦恼之物们这波我无敌，这波可以打，我有双，这波真无敌。这把只能出个肉狗头的，我要去补补 Q， 我这把 Q 还挺关键的。完了，你最好拉到上路来打，别去下半去打，我这把要发育的。怎么这么多兄弟啊？我这把要补 Q 的，最好拉到上半去打，别去下半去打。Okay. 哇，我 Q 的伤害巨低，我这把要狠狠的 Q。我裂开了呀！不行不行，这把这么打没了。输瑞玛的时代未到来。对面大嘴剑圣的。
我这把我跟你们说，我不能补 Q 了，我这把去打团了。说真的，我这把去打团了，我不打团这把没到。我有 T。我有 T。那我直接来。What a good man！哇，秒龙了，他们都。那我这把想说难的，你知道什么吗？我感觉我们打团他妈的打不过。是最恐怖的。这波问双试一下，我们抱团，抱不团。空洞无比。好结。别在里面，出来打！小心猴子开团，猴子九个头，他妈血肥，三穿猴子秒人的，带不了带不了，这把带线清我闭门。他们没，他们猴子出了个武术鞋，我一带线他就过去开你们。这波必须闪！这波要走，要走，要被炸死，要被炸死，要被炸死！Good。哇操，好，他们的输出你无法想象有多高。我们打团 AD 不能死， AD 出个金身或者那个或者女妖。你妈，我一个狗头人带了个屏障，我他妈傻了，兄弟，真的。感觉你要放个虚弱给猴子。太脆了。要团要团要团，还是要团。打到后期可不是我这点 Q 能解决问题的。这把主意就好了，主意可以守塔。我还是得来团，等会团更难打，牛奶，真的。
不能带了。他们技能可是技勾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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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闪现勾，哎呀他射大嘴，射嘴。他黏住了，回回回回回，啊，这个有什么用的？难盾有用吗？难盾头盔。就这样，我伤害挺高的，其实。没有黑暗，就没有魔性。好阴，可以打，可以打。他们猴子这种英雄现在弱势了，你知道吗？毒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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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我要裂开，救！那就分毒。
喷毒，走位，喷毒，冰狗，嘿嘿啊哈哈，哦。哎呀，这把狗头前期是真的惨，兄弟们，太他妈惨了！这英雄前先选出来真的是。